校园游戏又来了。上一次为大家介绍的一款骑车撞男朋友的游戏，这一次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一拳打爆怪叔叔的游戏啦。怎么听起来好像蛮逗趣的？究竟要怎么样打爆怪叔叔呢？接着看下去吧。由日本 Nexigen 所带来的新休闲有趣游戏《吐槽女子学员》，传说中的风纪委员们，目前已经在双平台上架喽。玩家们在游戏里扮演一位风纪委员，挡在女校门口来守护女子学员们的节操。画面右方则是会有怪叔叔与痴汉们男扮女装来企图闯关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节奏感把他们一一打飞喽。玩法虽然简单，但是如果误伤女学生或是让痴汉闯关的话，可是会 game over 的哟。本作除了有着爽快的击飞感之外，并有些许的节奏要素，想要痛快的打发时间吗？下载游戏来玩看看呗。